仔咧，而家又係都係拍緊劇啦，新劇裏面。咁啊，新劇電影電影係電影電係啦，啲電影電影方面咧，咁啊，好嘅角色好緊要，好嘅對手都好重要嘅喎。咁今次咧就有三個咧事業方面都相當之強勁嘅對手㗎。咁啊，分別咧就有無名嘅 Teresa 啦，咁有阿 Chrissy 啦、周秀娜啦，同埋 Jessica Z 咁樣。好啦，咁問下你先，覺得呢三有冇興趣啊？有冇興趣一齊拍？好，問下你覺得三位女孩子點樣呢？你覺得佢哋三位女孩子都當然係非常之靚啦，同埋好迷人啦。嗯哼，係咁，你揀邊個咧？我咪即係戲裏面嘅角色，係咪先？你留一句，你戲裏面嘅角色係同邊個多啲對手戲咧？咁呢個好容易啫，係咪？係。誒，梗係周秀娜啦，係啊。嗯 ，OK， 咁你揀邊個？OK， 好，呢啲我哋飲咗杯啤酒，我哋飲咗杯啤酒之後講啊嚇。